guys, welcome or welcome back. 大家早安，现在是大概早上的11点左右，然后现在想跟大家 get ready 一下下，然后 yeah, I want to show you guys what I brought this time for my makeup.但是可能会分另外一个影片跟大家说带了什么。那现在想跟大家一起 get ready 一下下 for the day。今天应该没有要画什么太浓，我想要做一个比较 focus 在就是皮肤跟非常就是光润感很强大的一个底妆类型的 no makeup makeup look。So yeah, if you're interested, keep on watching. Okay, 因为我带的东西有限，我没有带什么就是保养类的，我除了只有带面膜之外，就没有带什么太多保养类。那我可能会先喷这个，这个是 Too Cool for School 的 Perfect Day Makeup Fixer， 所以我大概先把我脸喷过一下下，我进去一点粉底液。这个是 Bourjois 的 Healthy Mix Serum， 挤个两下，把它上在我的脸上。我跟你说，我昨天把这个我的 BH bronzer 不小心打破了，我现在心很疼。每次都是很容易 drop stuff。我的天，今天想要做一个很 glowy dewy 的，看起来就是哇哦，你皮肤好好的一个 vacation glow type of makeup look。所以在底妆的部分可能就不需要做得太厚重，这个粉底液真的就是 It's really good, it's not gonna make me feel heavy， 不是那种会让我觉得很厚重的粉底液，就是你的皮肤看起来就是 your skin but better 的那种 type of 皮肤。我会再挤一滴，然后把我的左脸也上完。再来，我可能就会去画个眉毛。画完眉毛，我等一下回来。再来，我会给我眼下一点点遮瑕。拿出这个是 Charlotte Tilbury。Hollywood Flawless Filter， 我应该会去买一个大罐的吧，我应该会订个大罐的，因为这个小罐的一下都快用完了，一个分装的。那如果是你是每天用的话，很快。今天想要做的是那种 vacation makeup， 所以我觉得皮肤是重要的一环。就是要看起来很湿润、光泽、水润的那种感觉，好像天生皮肤很好，你知道，走在沙滩上的那种，天生是好皮肤的那种感觉，那种妆感。How you feel? Oh my god, I'm so hooked on this highlight. 我应该会去买很大的。可以再来跟大家 look at the glow, look at the glow. All right, 因为这个剩不多，所以我可能会省一点，来上一点 powder highlight。大家应该不意外，我会带这一颗，这一颗真的是 my ride or die. So we're gonna apply her. 这个是 BH 的一号刷，比较就是这样子尖上去的这种 taper blending brush。刚刚那个E台的高光上 ，It's always about the skin and the glow。这次我还忘记带腮红，不过无所谓，就算了。再来，我想要。再给我这个鼻翼，刚刚擤了个鼻涕，我昨天真的是超级过敏，过敏到不行。昨天我们去那个算是小夜市，然后夜市就有人卖那种他们比较传统的那种衣服，
因为我没有什么衣服可以穿去 temple 的，没有那种比较长的裙子，忘了带，然后就在那边狂打喷嚏，边逛街边打喷嚏，真的是让我还蛮痛苦的。全脸一点高光的，我会进去这个 Essence 的 Pure Nude Highlighter， 然后给我全脸一点多一点光泽度。我就把它 glow from within， 就是一个由内而外发出的那种光泽度。Put it all over my face. Oh yes, look at that glow, baby. 我应该就不过分，但是我想要来，是不是还是要过一下？没关系，无所谓，我就再喷一点定妆喷，应该就差不多。OK， 等脸干，我等一下回来。再来，我想给我眼睛比较有神一点，我可能会去 Pat McGrath 的这个眼线笔。你的眼睛比较有神，瞄上面的那眼线。感觉吗？右边感觉比较有神，左边就右边有时候我连那个睫毛膏都懒得画的时候，就会画一点那眼线。BH 的 V5 刷，给我眼皮过一点点粉，等下来做一点点，就是那种，就是给我眼皮一个颜色那样子，给我一点轮廓即可。OK， 再来我会回去这个 Wet n Wild， 我带这个 Rose in the Air， 因为这个很小巧很方便，所以呀会进去一点这个颜色 transition， 然后给我眼皮一点点 wash of color， that's it。再来我会进去这个颜色。要修我的鼻子一点点，给我鼻子一点点轮廓。给我唇上一点颜色，让我的嘴唇感觉稍微丰满一点。我带它的这个唇线 Supernatural， 我会上一点唇线在我的嘴唇，嘴巴还是很干。Liquid Velvet Rouge Velvet， 再来我会上一点唇蜜，这个是 Boxam 的 Lip Polish Celeste。再来最后我会给我脸一点古铜粉，就是你看昨天摔倒有多心痛，唉，真麻烦，每次摔破东西真的讨厌。And I think that's it, guys. This is the finished look. Thank you guys for watching. I love you guys. I'll talk to you later.